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咱们来看一下 page numb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leader。然后这里的 cafe terrace 这里的 terrace annoy， 我可以用它那个 cafe， 有没有看到那个 f e c a f e 的部分？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对。那一点的部分不是缩写点吗？那个部分我们称它为重音节注目点，就是我们在写这里 cafe 的部分，在写这一块。如果我们在字母上面做一个逗点，我们的 cafe 那个语气往下。咖啡啊，会有人要写？没有了，只是老师，对，那就是表示够了。然后那这里咖啡 terrace， 有没有那个 terrace？RAC 在这块部分，我们可以上面比赛，或者是寻迹，或者是痕迹，或者是所采出来的所采出来的一个地方。那这里的 terrace 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太空，就可以看到上面。那在这一块我们称到阴天的颜色 terrace。那 annoy 不用讲，表示时间或是，我们都晓得时间或是永远放在句尾，对不对？所以这里的 annoy 部分我们称为晚上。那这整句话的部分就是夜晚的露天咖啡桌。好，可是大概介绍了。我来看一下，各位，中间的部分 is 画起来，方块形大于，前面从 cafe 到后面的 night 画起来，方块形一个 s， 它用斜身，文字斜身做表示 ，it's a painting。好，来方块看一下，这里的 paint， 找一个空白处的地方，这里的 p a r a n t， 当做动词用法，我们称它为上什么样的？都一样。七。CAIND， 我当时会写上油漆的漆。怎么写？哦，一个水，再一个木，然后再一个人，再一个水。一个木。再一个人。对了吗？错了。哦呀。一个木，再一个人，再一个水。好。一个木，再一个人，再一个水。谢谢你，这就是 Chris 爱你的地方，漂亮，上什么漆？好，各位。例如 paint 什么颜色 onto the wall， 那就是上什么颜色的漆在墙壁上面。那老师，这个 paint 部分如果当作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油画。paint 部分可以称为油画。谢谢你。如果这里的 paint 部分后面加上一个 ing 的部分，在这块分词当作名词用法，我们称为画作。我们看画作，可以称它为绘画、绘作，或者是画作。好，然后再稍微注意一下动作名词用法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 ，It's a painting， 它是一个画作。那这个画作呢，是由谁来画的 ？By， 有没有那个 by 字？不是。by 这个部分，包括找空白处的地方 ，by 这里 by 部分，如果当做介系词用法，我们用 preposition 的部分，介系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借由这一次的比赛，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到原来昆虫是多么的好吃，真的没有多么的重要。好了，所以借由那老师。这个 by 部分，如果当作时间副词用法，我们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在什么之前？当作时间用法，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以前？在什么之前？例如 ，I gotta hand my English homework by tomorrow。我们在明天以前，我把英文作业交给老师。所以这个 by 部分可以称为在什么以前。可是，我要确实要教你的是，这还有另外一句。如果当作介系词把它框起来，这里的 by 部分我们可以称它为被，或者是由谁而制作。合作。被他给我们 by 而跟着 by Vincent Van Gogh，Vincent Van Gogh 跟他一在的画画赛。The
name shows two important parts. 所有人记得的 name 划线方可以选一个 S， show 划线选一个 V。那这个 name 部分，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只背到什么 What's your name？ 假如 What's your name？ 可以不用回答我，我就叫你的名字，还在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或者知道嘴巴吗？对不对？肖老师，这里的 name 部分，我要补充当作名词，我要补充给你们。如果当作动词用法，麻烦一下，以什么东西为命名？以什么为命名？不要再学那个名，不要再学名词用法。你的名字叫什么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K， 那老师例句的部分，找一个空白处的地方，比如写一个 I name you as Sally。Sally，Sally。I name you as Sally。Sally 在泰语叫做家的意思。家。就是。House，Home，OK、okay。那如果在其他语言哦，这个部分我称它为谦虚 ，Humble， 谦虚。那如果是个性来讲呢，是指暴躁。是什么英文啊？没有，那个是字根法里面抽出来讲的。那重点是在这里，各位，我可以看一下，爱为主词，认为动词用法。所以这里的 as 部分我们称它为当作的动词。我命名你的名字为萨利，就是我的女儿。I name my daughter as Sayun。Sayun 就是沙云，表示这个女生她很勤俭持家，很贤惠的意思。就是同去的，她有这个名字。God， 骚好好就是吗？骚勇，很会打战的一个女士。打仗，你那个表呢？什么意思？OK， 好嘞，打仗 ，OK， 好嘞，那个战争好强哦，战争，好嘞，我们看一下 ，I 战况，他说 ，show 和吗 ？Two important parts of the painting， 来，看到一个东西，老板先。那不，还没，老师，我们先把这个结束掉，这个 show 的部分 ，show 当作动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当作动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展现，好，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动词片语，老师，我常常看到有人说 show off， 这叫表现 ，show off 表现，或者是爱现，有些男生。他喜欢的女生面前去做一个耍帅。以十五年前呢，一个男生如果坐在角落上面都不讲话，女生哇，太酷，十五年后同样的动作，大家都真的是这样，但是不能做这些，对不对？现在你看108课刚下，那有些男生耍帅就很丑，在学校就搞的。自闭，然后就开始欺负，对不对？尤其国中段这一块，被欺负啊，被霸凌啊，就开始啊，好的，来跟主任讲，是不是？那有些人不用耍帅就不用耍帅就很帅，对不对？光是用看，谁呀？哇！老师，你觉得谁很帅？明星，我觉得星好就是帅。明星，你觉得？我很少看的明星，因为我觉得明星都没有很帅。他们心很好，好不好？你跟他交往过，我们心很好，大嘞。心很好，为什么会有负面的新闻产生？心很好，来，谁心最软弱？跟你讲话的那位，来注意。第二个部分，我们这边表现爱线。哎，对不起，爱线少，心字旁。好，我想说什么叫受限。好了，老师。那如果啊，请你说错，如果是 show， 而这里的 show 的部分，动词片我们称它为出现，我们称它为出现。show 出现。I showed up. How come you showed up in this area？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场所呢？我说不行，人鬼殊途。Yeah.
看一下，来，我看到一个重点。我们看到那个 two important parts of the painting。那不是 important 部分，我们称它为重要的。那特别稍微特别讲一下这一块，这是我们以前的老师在教我们这一块的时候，一直我认为啊，这个东西 important 部分当做形容词用法。以前老师老师在教老师这一块这个单词的时候，他就教我们 important， 真的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教。那原则上这个发音的部分，那这个这里的 t 啊，它是一个超，这个是一个超级音，它是不见的，就是 important， 真的 important。美国人，美国人发的时候，发那个 T 就 T 不是不发音，那个 T 不是不发音，它是一个摩擦音，就是小小的声音。Importan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part I'm going to discuss about. 如果你念成 This is important. Yeah,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不不不，我就说那是为了要接了谢后面的子句的时候。才做这样的表现。后面的 T 不发音。ant 是形容词结尾 ，T 一定要发，一定要发。来，所以是 important 部分。那老师，我们称它为重要的。原则上，我们都晓得是我们的重要的。那它的名词用法 ，important， 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重要性。那这个部分 ，c 发 s 音是 importance，OK，、okay, 重要性。好，讲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讲到重点。有关那个 OF 的用法，其实我们在上学期 Crystal Game 曾经讨论过这一块。老师，我们有学过生命所有格，有无生命所有格用法，还记得吗？一个名词，中间加一个 of， 后面再加一个名词。出现无生命所有格，无生命所有格用法的时候，前面的单位是小的，先接小的，再接大的。我们说妈妈的母体里面不可能大字的吧，除非那个印度那个10.5公斤那种，那一出生就3个多月的那种型，那个没有很，对不起，3个月是这样的，中国，然后外国人又夸张，对不对？都没有比这个直接进来这一位好，赶快进来啦，等你很久了，赶快来。所以我们看一下，我没有看到干姐好，来，感觉告诉我，那老师无生命所有格用法的形成法，在这一块部分我们称它为，对，我们称它无生物，无生命所有格用法，这个在上学期有定义的这一块。反正当我们碰到没有任何生命的时候，要找所有格，我们就找 OF 这个具体词。听好吗？没有生命的时候找 O，有生命我们找 PS。啊，这稍微注意一下，先写小的，再写大的。那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做 PART 这个 part 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部分。当做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部分 ，OK 啊。那后面会加一个无生物所有格的 part of， 这里的 part of 部分，那这里的中间是，我们学过了吗？我们称它为的部分的。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说明这个画的作用。哪两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 ，in a painting， 看一下这个图片 ，in a painting。好了吧，化身方确实地方 EDV。Some people 化身方确实 S are having 化身写大。好，老师。Some people 化身方确实 S are having 化身写个大兵。英文的部分先抓人再抓动作嘛，对不对？那老师在这里的不定代名词，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不定代名词的 some， 这个 some 用法。如果当作形容词用法，我们称它为有些的意思。OK 哦，后面会接所谓的名词用法，例如有些同学，有些喷痰，有喷痰，喷痰，
亨坦。笨蛋啊。哦。OK。亨坦。就是那个蛋笨笨的，它没有办法立起来嘛，无法立蛋叫笨蛋，对不对？没错吧？这样，我可以说你，你连续讲五次，李白、姓白会够。李白、姓白。李白、姓白。李白、姓白。第五遍，啊，他姓什么？李瑶。漂亮。他都这样子。对不对？是这样呀。昨天那个有一个小朋友不能。老师，那你再来。我讲说李白、姓白，李白、姓白，李白、姓白，连续讲五遍，你觉得他姓什么？姓李呀。来，注意。还有什么啊？见过。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要表示，我只要表示昨天那个小朋友。乱讲，你姓吴吧？我李白。赖，所以上部分都是形容词用法，我们称它，我们称有些，后面要接复数可数名词。你们可以看一下哦，你看这里的S 没有说括号，表示什么？上后面要接复数型名词。好，那老师。如果当作 pronounce， 这里 pronounce 部分我称为代名词。好，把它写下去了。如果当作代名词用法，后面的 s 杠掉，上直接当作代名词来做表示。赵老师，这个部分用讲的，有时候学生都会搞不太懂，所以我们要搞懂它的时候，搞懂，对不对？一定要搞懂它嘛。那老师，那来个例句吧。例句部分，比如写一个 some， 全知道。Some students， 比如一个全世界最短的部分 ，some students， tell， 好吗 ？And some am a short。OK， 看一下，有些学生是高的，然后有些学生是。矮的，对吧？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 ，Jolin， 你一进来到现在，你完全都不听我的课，然后再拿自己东西，你相信你的东西会直接丢掉？快点！因为你第一个你就不尊重我了嘛，那你既然不尊重我，就不用尊重你了，就直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我可以直接把你丢出去。来 ，some student 部分在这一块部分我们称为主词，复数型部分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找啊 ，and 连接词前后词性必须要一模一样。那原则上这里 are 是因为前面就是表复数型。很累的，那老师，我刚刚说上部分可以当作代名词来做表示，所以这里的 student 部分可以做省略，直接用上来做表示。所以这里的 some 不是代表，并不代表形容词用法，而是代表代名词。也就是说，后面这个名词可以杠掉了。可只能用在于后面那一句 some are short， 有些学生是高的，然后有些学生是矮的。老师，学生去哪里了？被 some 给吃掉了，被 some 给取代掉了。student 部分已经在 some 的成分里面了，懂了？有听到吗？ OK 哈， some students are tall and some are short。 好，再看一下，发给我们。Some people are having drinks at the coffee shop. 我先解释后面那一段。At the coffee shop 括号起来，下方配置两字，地方 ADV。那这里的 shop 我们称它为商店，我们称为店。那这个店，很多人都喜欢店。这个店的部分，我们可以用 shop， 我们可以用 store。Chris 问你。这里的 shop 跟 store， 你觉得哪一个？如果以地方大小部分来做表示，哪一个是大的？ shop 是大的，谢谢。store 部分是指我问你们，百货公司的英文有没有可能是 department shop？ 没有嘛，对不对？百货公司超，百货这第五就是百货公司，这是刚才很漂亮一个小姐姐画的，这是一个百货公司。OK 哦，这是一个百货公司，然后第一间呢，它是 Nike 店，懂了？对了，直接发展，我知道你累，直接发展。第一个，快点写。Nike 店 ，OK 啊。第二个，普马店。那第三个 ，Reebok 店。第四个，爱跌倒的店。第五个，徐运哲的店。第六个 ，Game 的店。第七个 ，Mean 的店。第八个 ，Bushes 的店。第九个，你被店。哦，你到底在写什么？你知道，所以百货公司这一层楼里面分了这么多的商店，那这商店部分是由大范围
所区分出来的，在这块每一个电，在这块我们都称它为电。那电的部分有分为 shock， 有分为 store。那老师在这块部分，我们都称它为电的意思。在这块，我们都称它为名词用法。那课上教你了。今天假设，老师，今天假设同样的题目，我一样再把 shock 部分跟 store 部分给搬下来。可是我要当作动词用法的时候， stop. 我要教你。stop。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这哪里问题？我啊。对啊，里面只有 share 有看到而已。shop 跟 store 如果当作动词用法，分别我们称它为 go。买东西的嘛，你要去买东西吗？你们买过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最贵的？什么东西让你买的东西最贵？而且它没有价值，它本来就没有价值，哇，当然超贵的。没价值。对啊，它本来就没有价值，但是在某一个国家，它确实超贵的。来，在芬兰，大便一瓶水，大概要我们平常喝的十块那个，我们十块，对不对？他们在那卖7欧，我大概7欧，1欧等于38.6台币。现在有没有贬值？我不晓得。386，7欧那就算280块，最高。那我你要去卖水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清凉这边卖水就好，对不对？没错吧？为什么那么贵？那里很少水啊。不是很少水，他们储水系统，并不错。然后他们芬兰那个地区。有三个东西超贵的，一眼罩，二窗帘，三水。因为里面天黑。不是庙啊，庙什么？没有黑夜。哦，他们夏令时间在七月八月的时候，他们的晚上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哦，那你儿子这样子？对，只有一个小时，2点到3点，按到2点58分59分钟，砰，他把工就起来了。你就看到凌晨3点，哇，大有没有大太阳？老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戴眼罩了吗？错。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公吗？我相信啊。那是送礼物的，不是圣诞老公。不，是真的。你去露营那美里面，就真的有圣诞老公。我说送礼物的。送礼物的，你说拿礼物去送一遍，真的有啊，我相信啊。这会在想，你们会想屁呀，不可能 ，Chris， 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你会傻，你会发呆。就是那个圣诞老公公。不好意思，我没有资格。圣诞老公公至少200公分，然后要200公斤，要200公斤，要200公分，200公分，要是200份的斤。200对啊，对啊。为什么不一样啊？他有驯鹿啊。驯鹿，那驯鹿就要用驯鹿啊，啊对。所以这里的时候。他是想说我们的驯鹿，所以老师要坐在我身边。你知道，那9只驯鹿有一只很调皮，叫做鲁道夫。那鲁道夫吃什么？卤肉饭。哎，不要乱讲，看那边 ，store 部分我们称它为储存。也吃卤肉饭。各位 ，store 部分我们称它为储存。卤肉饭的卤怎么写啊？你在外面人写的都是错的吗？是水不能那个。好，谢谢你。哦，对，我现在想起来，谢谢你的指正。好，来，小部分当中都是从那里购买跟储存，这是我要求的项目。好，那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有看到 are having drinks？ 哦，表示 be 动词用法，对不对？那各位老师 ，have 这个部分。它去掉一加上 ing 表示什么分词用法，而这个分词我们称为正在进行式，表示某一个动作正在进行当中，对不对？例如我正在看着你，对不对 ？I'm looking at you， 对，我在看你，对不对？是吧？或者是孩子，对啊。所以 have 部分我们称为有没有的有，那在这里可以解释成各位有，我可以解释成吃。我们可以解释成喝，但是饮料部分我们称它为喝或者是饮料，对不对？老师，饮料。饮料，
而是 D R R A K。你们没有喝过，不知道感觉。甜甜还是甜甜，知道辣还是酸酸？没有，要看当时是否有钱。那、啊、你之前喝的是什么味道？有让我勾起回忆，我只想到那个学长而已。不打不吵。哦，那是当那是当兵的时候了，以前那个海军陆战队。你是海军陆战队啊？对不对？你会游泳啊？会游泳。老师，哎，老师好姐。那是假的、啊。dream， 认真，这里的 dream 当作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饮料。老师，我刚刚没有喝。认真，饮料，那老师，那这饮料部分它可以等于哪个字 ？Beverage。OK，B E V E R A G E，Beverage 当作名词，我们也称它饮料的意思。我刚刚 beverage， 那老师，你这里的 drink 如果当作动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喝东西的喝的。你不要看到你写的我喝的，我喝饮料，你写，然后它有一个叫做 drinker， 叫做 drink drink drinks， 喂 ，drinker 喝饮料，啊 ，drink drink， 看看，drink 哦。一个男生的名字 drinker。drink 饮料 ，OK， 哎，这个男生的名字叫 drink， 然后呢，我们称它为 drinks， 然后当作名词用法 drinks， 来跟对方来 drink 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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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nks， 好，这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 ？drink drinks drink， 没有 ，so。So 什么意思啊？有一个句子，我看到有一个句子。这个 so 是 see 的过去式，看见。而 so 另一个句子。那这个 so 它是动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句动句的句，在句。另一个句子，对，句子看到另外一个句子，再句另外一个句子，收收的收收的收，你说？你怎么去知道怎么句句？句就是有一个句子啊，他看到另外一个句子，再句那个句子，就是什么矛盾之分，有一个什么都可以打破的刀，有没有？或是矛，去面对什么都抵挡不破的盾。飞牛顿牛皮，当这两个一碰到的时候，给答案，你最喜欢？你可以出去的吗？我当然讲那么辛苦了，那你们老师句子怎么看见句子啊？那就问他了。句子啊，这是你发明的吗？这个我发明没有了，这是英文的，还有吗？英文的绕口。还有吗？瘦瘦好瘦，比国语简单多哎。妈，脱宝吗？拖把，看到另外拖把，再拖另外一个拖把。妈妈。我觉得你刚才在讲脏话。妈妈。OK。妈妈。瘦瘦的瘦瘦的瘦。妈妈。爸爸。好好，不要乱讲了，孙老师。Drinker 喝饮料 ，drinks， 但是基本上我不会看到这种东西啊，很难看得到，好不好？这个 S 是因为三单，这个 S 是因为当作名词。还有什么？好，所以 are having drinks 正在喝饮料的意思，到底会不会？君，原来君君啊，饮料看到饮料再喝另外一个饮料，喂，是吧？收，好，来看一下。爸爸。认真，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At the coffee shop and on the street， 在街道上面，来，所有人请你在 on the street nearby 画线，方便起来这个地方。Nearby 画起来，地方不是用法，在附近的意思。Some people 画线写一个 ，as are walking 画线写一个 ，v 有些人在走路，雅眼的，不然不走多干嘛，对不对？然后。This part of the painting 来说，请你将 is 给圈起来，先看 me。
前面部分全部都是 S， 把中间那个 of 给圈起来。This part 画先写个小字 ，The painting 画先写个大字，标准的无声韵缩吻合。当碰到对，当碰到名词为无声韵，我们的 of 前面先接小的，后面再接大的。那老师有没有看到那个 bright yellow？bright 代表明亮的，我们称到我们在亮色的。那暗色的呢，叫做 dark。我再笑。非常好，所以深浅之分，老师深浅之分，我们走 dark， 那浅的部分可以走 light。老师的话不是一样的吗？不好意思 ，dark 那深浅之分 ，dark light light dark。那在这一块部分，我们称它为深与浅。那后面加上所谓的 color。那我问你们啊，深绿 ，dark green， 知道，浅绿。知道。对对对，哦、这部分我都还没反应。好，这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我怎么就想绿啊？没有，我重击我一定选绿色跟橘色，我喜欢两色。我喜欢橘色。橘色这样很赞，对，尤其是那要搭配四缸是吗？老师，你会喜欢你老婆吗？不、那个是马。老师，你会喜欢你老婆吗？师母不太喜欢我。被我妈也不喜欢我爸骑的，因为我喜欢慢慢骑。师母是那种疯狂，快点，快点，然后他就靠着，我都去死。那他就靠着你，对不对？啊，大声咚咚咚咚咚咚，有有什么表情？这是一个多，这是一个多愉悦、多棒的一个画面啊，对不对？红绿灯，紧张吗？然后师母就。是师母还是你？后面呢？然后很多每次都这样子，每次到刹车就撞，啊，就在做那种 push， 是你还是需要在做那个俯卧撑的感觉嘛？然后师母说：“我来骑一弯。”他一刹车，我就全部弄到前面，我在超丢脸。来，阿妈讲说：“你想要骑吗？”很痛。OK 吧，好痛。从那次之后，我就不让他再骑摩托车。我说跌倒那是真的。他不是说你，好了，够了，满脑子坏思想，来，被你教的，来，啊，不好意思啊，你我们的师祖在，师祖在，不要看右边 ，OK， 啊，我们的师傅，来认真，老师，老太太看你，他给我们的认真，他说 ，this part of the painting is bright yellow， 浅黄色，那 the other part， 老师，我看到一个 the other， 来，我要教你这一块。这个你 other， 这个你 other， 来，如果碰到两个，有一个规则，喂，有一个规则，有一个呢，训者有两个女朋友，啊，两个女生朋友，啊，你是没有朋友，没有，怎么可能？你没有朋友，没有，他没有女，你班上没有女生同学哦，我也没有男生朋友，你们看到门，今天什么口味，你知不知道？Blueberry 蓝莓，来，有俊子有两个女性朋友，有一个呢名字叫做寻瑞，而另外一个呢叫做 Cheryl。 不是同一个人哦，叫江彤啊，讲 What the other？ 我上次听到你讲说用江彤好漂亮，喂，没有，他喜欢江彤。我跟你讲，那个江彤的妈妈跟 Chris关系很好，屁啦，你不要乱讲，会冲你。我会去那边用头发吗？我找时间去呢，我要把头发留到那种拖到地板的时候，然后我要去上厕所，突然啊，为什么在挪动那边压到我的头发这样？挪动？那也太长了吧。你是要跟林老师一样留长头发？对，我跟林老师有讲好啊，就是一起要留长头发。我想要回到。很少女生喜欢长头发的男生。哎，讲到这个，我来问女生好了，你喜欢那男生留长头发吗？啊？你回什么啊？我在讲女生呢。你喜欢男生留长头发吗？对吧？是不是觉得很好？对啊，你不能的。没有，不是，没有，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喜欢男生留长头发？为什么？因为不好看。不好看，然后不干净，然后在长长的有点脏。那是女生该留的。对，为什么是女生可以留长头发，男生不能留长头发？那你是有点 racist， 你是有歧视。对。去吃那蓝莓。对。老师，所以这里的 other 部分我们称它为其他。老师没有很强，如果尝试到胸部以下，就是
到这里。那就好了，放松，就可以这样了。九点可以这样的。他留到多东。我可以这样的，往后甩。老师，游泳课男生在这边。啊，那还是，然后他们都没有头发，因为戴泳帽。没有，就穿一箱玻璃。然后泳帽就飞出去。来，你知道为什么一箱玻璃这样破，然后后面造成男生后面想打前面那样，知道什么？鼻子合上，白痴。哎，你这样没有礼貌，你说和尚不能去游泳。没有啊，我说这样啊。他明明就没有，他硬要这样的。对啊。他旁边是他的窝虫。我跟你讲，那个话一出去，那和尚都来找你。是你说的。什么？我没说。没有，我在。还在说。还是啊，来，我来看一下。他说 the other part，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The nice guy。他刚刚说的吗？另外他说浅黄色是什么？那浅黄色是什么？有什么？咖啡做的不对，那你另外一个呢？就是夜晚的天空。天空。你帮我可以看一下 the dark blue， 不好意思，可以顺下来是一个大字。Dark blue 就是我刚刚讲的深蓝。There are some horses oriented under the sky， 画下来。底下帮我可以选地方。我们在上学期不是有教你们过，当碰到有地方副词，表示前面有 there be。There be 就是 there are 画下来，帮我可以选有没有地方副词。上后面接复数前的名词 horses 这部分都没有什么，至少也注意一下。And 把 and 圈起来 ，and 先接上一个子句 ，they are in dark colors too。然后呢，他们都在深色的，他们也是深色的颜色。那 dark， 然后确定了吧？表示肯定。小时候我们常唱那个 T O O Bella Ho I Don't Want Johnny and Dann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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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你为什么拍了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Blueberry 手吧？好认真，废话当然难听，我是男生，你有听过啊？好女听啊。好拍片哦，好，咋不听啊？喂，好了，认真。那个 to 的用法表示肯定，所以前面绝对不会有副词的。最后一个 ，the two parts 这两个部分呢，所有人把 to 给圈起来 ，part 换成换变成名词的意思。The bright yellow coffee shop。那我问你们哦，我们整合一下。他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哪里？The bright yellow coffee shop 就是亮黄色的咖啡座店 ，SHOP， 露天咖啡座 ，and a dark blue night sky， 黑夜晚，深蓝色的黑夜晚 ，ARE 圈起来，底下帮我写大 B， 一加一等于二 ，all perfect together， 来，麻烦最后一段了。All perfect together， 来准备起来。看这边。P E， 来帮 Q 看一下 P E R F E C T， 在这一块当做形容词用法，我们称它为完美的 perfect， 我们称它为完美的，没错。完美的不是那个完美，那个不是完美，99.9%，没有人是 perfect， 不会。看这边 perfect 部分认真听 perfect， 我们称它为完美的。它老师它其实就可以等于什么 wonderful， 而这里的 wonderful 他们在程度上面的语义跟解释其实异曲同工之妙，但差不多为 wonderful 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那老师有一个俚语，麻烦我要请你搬上来。Practice， 加一个 s， 多次练习，它可以造就出完美的。那这里有没有人能够告诉可以这句话什么意思 ？Practice make perfect。勤能补拙。哇，除了勤能补拙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更好的？越做越好，棒。越做越好，对不对？越来越深，越做越深，越做越深。
算对，越做越少啊。你讲的、啊。那是你回的。你先讲。所以 practice is 对 ，great practice。那你知道给我们就是这里 practice 部分，它把 s 给删掉，然后把那你前面删掉动词叫 s， 那都可以。你要复数型，复数型对复数型。往来往后。好。后来。Practices make perfect。那如果你觉得老师好难念了、啊，我们就把那个 s 给删掉，用第三人称单数，就加个 s。所以 practice makes perfect。Practice makes perfect。老师眼睛还记得怎么讲台语？马驹啊？错。马驹。不是马。等一下再说。马驹。好。所以这里 perfect 部分我们称为什么？是不？认真。马驹。好。来，认真，来，最后一段。Perfect together, they create a good balance。有没有看到那个 together？ 老师，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 together 部分。来。Together， 这是女生常常讲的，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抱在一起，然后就亲亲。对啊，牵手就走。两个男生，你们来。四位老师。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来，他说我要教你们哦。这里的 together 部分不是要教你们的，我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这里的 to 我们称它为为了。get 好了，然后 get her 哦，得到他，哎呦，哎，他的芳心，好厉害。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了得到他的芳心 to get her， 但是我们不可能讲说 to get her， no， 拜托 find 这关是 together， 为了得到他的芳心，然后两人终究在一起。这个是告白的那个，真的吗？对啊，就是给一个男生给女生，所以 together 可以吗？它有两个意思，就是在一起，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好 ，together，OK、okay、哦，在一起。那老师，这个 together 部分我要教你们，这个句型帮我翻一下。这是很多在七年级，甚至在六七年级部分，很容易去做搞混的句型。那帮可以看一下这一课，认真听哦。帮看一下 ，together 部分通常都放在句尾。中间下课我要检查一下，我又抄那么辛苦，然后我看到有人完全那边在抄的，没关系啊，反正很简单啊，抄完再走啊。所以这里 together 部分放在句尾，那例句第一题，我可以写一个 Chris and Cheryl。你为什么都不写你老婆的名字？因为我突然忘记那个 baby 怎么写。Chris and Cheryl study 的 PI。Together， 是吗 ？P E G G Y。哦 ，OK， 对，我刚才讲的是 P E。你帮可以看一下 ，Chris and Cheryl study together， 这两个人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它可以等于认真听哦。Together 部分，它如果用另外一个句型，我们可以用 be with 用法，这叫方法故事，认真听哦。所以 Chris， 然后 study 拉到前面主词沾单，动词本身加 s， 如果碰到子音加 h y 加。Yes， 没问题吧 ？Chris studies， 然后跟随这个方法复制的 with 搬下来，然后再把这里的 Cheryl 部分给搬下来。那老师注意听哦。哎，请问一下后面的 together 还要再写吗？不用。不用，因为被谁给取代掉了 ？With， 这样可以吧？那老师，你刚刚这有一个 be 吗？我现在就要教你们了。啊，这个 be 如果我们坚持要搬下来，可以啊。Chris is。study 部分，子音加保留 y 加上 ing， is studying with， 再把 Cheryl 部分给关下。啊，只是告诉我们 B 这边 ，is a B 动词 ，is a B with， OK， B with 可以等于 together。All right， 最后一段了，没了。They create a good balance， 他们可以创造出和谐的平衡。老师。我只要你们看一下创造英文就好了，各位，创造英文我只要你们来认真。中间休息十分钟，请把笔记放在桌上，不要个别检查，给你看这里。最后一个，
CREAT 当作动词用法，在这一块我们称它为创造的意思。Create 好，终于就在黑上面 create。那老师，如果当作形容词来做表示的时候 ，CREAT 形容词结尾通常 IVE 来做表示 ，creative。creative。为什么 A 都要自己跟？啊 ，A 因为 A 独大。屁呀 ！A 独大 ，creative， 在这个我们称它为有，写下来，创意。那再补充一个 ，C R E A T U R E 完了 ，creature 通常 T U R E 结尾就是名词，这个当作名词用法，我们称它为怪物，如同 monster。还有 Buffalo 是水牛。Creature 这里 creature 不够，真的要回过来把 A 等于 monster。就是说你的国文考嘛九十几嘛，数学考九十几，然后我英文考数学，我不晓得，那二学老师讲的，自然，我讲，不是工地，哼，这么大声，软的，为什么啊？我总觉得是软的。嗯，是软的。然后老师就举例子用力。没有。你再来说。没有。有啦，不然你刚刚没来。我也说的多。我大概说。不要再玩那游戏了，来，不要玩，很吵，很吵。那个八年级的玩就很吵。